好，下一题。他说谁是对的？他告诉你要平衡，要平衡。二氧化硫的催化剂要写在镜头的上面，我就写在旁边，这是错的。氧化镁是 MgO，化学写错的，化学就不用讲，所以它是错的。HCl 两边不相等，没有平衡，左边跟右边一样，原子的种类跟数目要一样，它没有一样，它是错的。所以只有猪是对的，所以只有猪的想法是对的，所以我们答案就选猪。我就问你对不对？可能化学式写错，可能系数写错，可能是方法写错，啊，催化剂要写在箭头上面，又这样写，诸如此类，它就会错的。OK，好，请问你谁对？谁对？可能化学式就写错了，帮就反应物、生成物就不对了，可能不对，啊，或者是系数就不对了，或诸如此类的。请问你谁是对的？谁是对的？杨春雨，不简单。不知道，啊？猪是对的，你坐。A 钠加水产生氢氧化钠跟氢气，没有氧。然后呢，双氧水分解成水跟氧，对的。可是它的系数没有平衡，左边有四个氢，右边只有两个氢，那是不对的。碳酸钙加稀盐酸会产生氧化钙、二氧化碳跟水，加上水，所以呢，这个也是像生成物就写错了，所以是不对的。所以只有猪的答案是对的，只有猪的答案是对的。好，请问你。汞受热加热跟氧作用变氧化汞，化学式写给你，汞的汞就是 Hg，氧化汞是 HgO。那请问你怎样写是对的？怎样写是对的？反应物、生成物要对，系数要对，就是左边跟右边的数目要对，原子的种类跟数目要一样是要对的。找谢慧珍哦，好，找谢慧珍哈。A。你说是 A 哦，好，请坐。汞是 H 加 O2，然后变成 HgO，它就写 HgO2 是错的。然后呢，这个 B 呢是分解，不是化合，是错的。C 呢也是它也 D 它也是分解，它又分解错了，是 HgO 不是 HgO2。这个我们氧化汞的分解，我们教过有没有？那普利斯一个实验。啊，学生也考过了，分解成氧跟汞之类的，所以呢，只有 C 是对的，只有 C 是对的，就是告诉你化学式怎样写是对的，OK。